生路，经过左边秀朗国小正门口。之后下一条就是中正路四二八巷，四二八巷巷子非常的小，所以请小心。前导车停在那个中正路四二八巷九号这里。主理车停前导车停到中正路四二八巷九号这里，那主理车停到中正路四二八巷七号。好，再下一站哦。然后路到金彩那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路到金彩，直接路到金彩了。
前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往那个到新建精彩饭店，前面第一个巷子左转，这边不好转弯，请小心。这辆车是违规停车，这边很难。没有，这边到时候要用摩托车把它站住，不然不好走。这边也要站一下，对，要站住，不然的话会很惨。对，车子过来。没关系，那边前面有巷子可以那个。这边是还好，就刚刚那个转弯的地方最有困难。哦，这个转弯至少比另外那两条路。这三条路比起来，这个比较好。对，然后前面是复兴美工，我们要到复兴美，在秀朗路的地方右转。右转还是左转？右转。我图是画右转。对，既然画了就没差了啦。左转就是比较大。右转比较近啊，右转可以啦，这个慢慢开是还好。秀朗路已经算很大条了，算很好开了。当然了，你要跟那些巷子比起来，这真的这个能力比较好开。这已经算很好开了。车以后就要把它扣出来，对，因为这个录影档我不太会裁切啊，要怎么裁切？那也可以后置啊，这不太会后置。像右转林森路，然后上